心声，坚强的生命，值得我甘心搬山过岭。不免惊，我的天母你的苦痛，收束的工作，那亲像唱着欢喜的歌。山路真歹行，有时热，也有时寒。我用感恩做针，疼惜做山药啊，掺着牵挂。天地真大，心海真宽，一生为爱。我是王登，我。美玲也无伫个呢，歹势啦。袂啦，再见。啊，拄则是上卡电话，啊。阿文呐。我下晡要送肉粽来啦。你还袂写批，甲伊讲清楚。这几天，风顶打电话来，拢是我接到的。你唔通啊！倒一工，互恁老爸接到电话，你也毋是毋知影伊的脾气。万一伊若对伊讲几句啊较歹听的话，为虾米恁就无爱相信？风顶是一个有出大来互我吃苦的人，为虾米？我袂当选择我家己喜欢的人。美玲，恁爸爸熟悉的人多，看的人嘛多，伊绝对知影。什么人是好人，什么人是歹人？恁爸爸给伊介绍的人，绝对袂输红灯的。乖啦。妈。我已经寄予风顶了，妈，我就艰苦的，
你是看遐久，到底有看到写啥无啦？看袂清楚啦。哦，安尼你看会清楚无？爸，迄个美丽小朋友过啦。你这个囡仔，够好闲啦！啊，人这批也毋是要写给你的啦，你学袂人看。你啦你啦，做人老母歹带头啦，甲囡仔在生做伙。这我不管啦，等老洪店回来哦，我再教伊啊。家己阁比人较爱看嘞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毋紧去饲鸡。见你了，我爸反对我们交往，谢谢你给我快乐的时光，我只能说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很遗憾。阿姆，我红灯啊！歹势啊，我美丽啊！阿姆，我收到美丽的批啊！我只是想要甲伊讲两句话，拜托。好啦，我来洗澡。红店不卡电话来啦，喂，我想听你亲口说。真的结束了吗？不要哭了，我不逼你。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你的担子已经很重，我希望你要好好努力，出人头地。我等着看。区级人士，请林医师过来。是是。怎么会出这种错？胃穿孔诊断成胃炎。没你们的事了。你今天表现得不错。
谢谢主任。当完兵就回来找我报道，我可不想你被那颗抢走啊。谢谢主任提拔。熬个几年，动个大刀你就站稳了，到时候啊，收入好，地位高，老婆孩子都可以过好日子。哎，对了，你女朋友好像也是学医的，她是内科对不对？是啊。那更好啊，两个人一起奋斗，成家立业，哎，很快就可以达到目标的。嗯。主任，主任，哎，红点，什么事啊？主任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是对外科有兴趣，将来决定走外科的路。没关系，你到外科，我也一样祝福你。谢谢，加油。嗯。哎，主任，主任，这个是我一个好朋友，他的实习经验，我希望主任可以把原本留给我的位置留给他。你好朋友，那一定跟你一样优秀喽。来，我看看。刘美丽，是你好朋友还是女朋友啊？曾经是啦，不过我现在想要把这个过去式转换成现在式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台北市立病院，很美丽啊！不是伫咧遮实习啦吼。聘书，啊那安尼，伊是搁寄这张聘书来要创啥物啊？是红灯啊，当遐实习啦。美丽讲哦，红灯当遐实习的时阵，内外科的主任拢足介意伊的咧。啊，若是有人请假，伊拢抽去代班的。那咧，这张聘书吼，一定是伊替美丽的争取来。伊还阁是袂死心咧。其实，洪店因家除了较善食以外，伊人实在是袂歹啊。这我知影啦。啊，那安尼，你是同意啊？我是无甲你讲我同意哦。啊，不过，我看美丽啊，定咧哭，我都就唔甘咧。你拢袂心疼？我老许都讲袂心疼啦，即几工啊吼，伊连若来出来较听，伊都无爱来。搁说落去吼，我是足烦恼讲，伊连房间门都唔出来哦。因两个拢是读医的啦，后摆找头路绝对无问题。当然啦，无一定生活会当过啊足快活。啊，不过只要因两个相依的，安尼就会幸福啊。你若是勉强伊嫁予伊一个无佮意的，伊若是无幸福，伊会甲咱怨叹的。你都何必来气啦？搁再讲。皇帝还袂做兵嘞，谁知影做兵这段时间会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唔对啦，做兵吼，这嘛是算一个考验啦。而且时间内底吼，会发生什么变化，什么人都唔敢讲啦。
安内母甲规桌顶安尼乱吵吵。我咧整理啦。啊，整理好，就要出去找工课啊。唉，甲你介绍工课吼，你也拢不爱去。无你就等到什么时阵才肯行出这大门啦？啊，那安尼哦，别人寄来这张聘书哦，我就甲等掉哦。爸，什么聘书啊？你家，你家去看。你若真是想要去吼，你就去啦，吼。爸，哭了，他还是没答应。我爸答应让我来台北，可是他有什么其他想法，我不想理他了。没关系啦，我还在高雄，一有空就去拜访他。你在高雄？为什么你会在高雄？因为我到高雄林园当兵啊。我才刚来台北，你却走到高雄哦。没关系啦，这算是老天爷帮忙啊。我在高雄，一有空就可以陪陪你爸妈，让他看到我表现。那天给我两双厚袜子，怕天冷了我会受凉。我跟他说我不怕冷，我从小就打赤脚在田里走。他看我的样子，让我觉得好温暖。你相信吗？我在姨妈眼里
看到我妈的眼神，她总是舍不得我吃苦。我知道你妈妈一直都很支持我，我真的很感谢她。风电甲电锅修理好啊呢？啊，毋是讲要买一粒新的，啊，你是叫伊修理着？无啦，我刚才讲电锅歹去，啊，伊就摕去边啊，家己点仔望望看看的，啊，结果讲是电线歹去，电线弯弯的，就用一用啊。啊，若甲修理好哦，就继续用啦。这个狗囡仔哦，会晓做代志阁袂少。美丽，你爸说以后没事都可以过去家里坐坐，不用再找任何的借口。他不反对我跟你交往。我爸要是知道了，一定很高兴。这是啥？这是皇帝吼，一设计这个印刷的链啊。啊！伊就想讲吼，要甲申请专利，这是伊发明专利的申请书啦。啊！伊哪会想到要做这啊？这无重要啦，重要就是讲吼，这个囡仔伊有伊家己的想法，啊，佫肯动脑筋。伊毋是迄种吼，干那出一支嘴的人。而且我嘛知影讲，伊为着想要得到我对伊的信任吼，所以啊。再想遐尼侪回应出来，真好。这款的精神哦，我有介意。你若是有介意哦，你唔着共鼓励一下。我早就知影讲，咱的查某囝跟公绝对袂看唔到。我回来啊，甲你抱一下啊！皇帝啊，我就知讲哦，你一定做会到啦。爸，若不是你甲我鼓励，可能我已经放弃啊。你若无甲伊做伙哦，咱家的门口口啊，同款有一堆的查某囡仔伫咧排队的啦。妈，好啦，你若喜欢，我就欢喜啊啦。好，皇帝啊，你已经退伍啊，是不是应该就要去囡仔病院报道啊？啊，对啊。美丽也伫遐哦。是啊。安尼啦，人因爸既然哦，佮已经答应恁两个做伙啊，赶紧办结婚啦，啊？啊，若安尼，我毋着要做大家啊！可叫。美丽，什么事啊？我退伍了，现在有固定的工作，你爸也肯定我了，我们是不是？我爸肯定你，那你约我爸散步啊？美丽，我知道你早就肯定我了，我们结婚吧。看着我，再说一遍。我们结婚吧。美丽，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相信我？
那你能保证以后像现在一样吗？我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不可能永远只是个住院医生，但是对你，我不会变。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，对你爸负责，还有对全班同学负责。为什么你要跟全班同学负责啊？因为我不能辜负那些撮合我们的同学，而且我要让那些不看好我的人，让他们知道我可以给你幸福。虽然一开始不能给你物质上什么，但是我会努力的，不会让你辛苦的，相信我。你明知道我不是那种喜欢追求物质享受的人，只要你以后真心对我，这就够啦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要在意？我喜欢的又不是你的外表。脱下这套礼服，我一无所有。美丽，能够跟你在一起，是我最大的福气。谢谢啊，阿贝，阿姆，后摆哦，你是不愿意再叫我阿贝了呢？改嘴叫爸爸啊？是爸爸，妈妈。啊，多谢恁甲美丽啊吼，交予我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伊。这阮知影啦，下摆吼，咱就是同一教会的人啊，阮绝对相信你吼。阮希望吼，你会当好好照顾美丽，阮嘛会当好好照顾你。多谢妈。哦，这雨是要阁落到当时。落雨你着歇睏啊，你是用袂着许？金河啊，恁囝阁寄钱转来啦！哦，等下吼，我来提伊啦哦。哇，恁囝终于好了。是啊，阮囝活熬的，伫台北做医生啦。哦，你唔够好命，有一个囝做医生。啊，不过哦，足辛苦的啦。
多谢多谢哦，多谢哦，好，谢谢。哪会阁叫遮多啦？当初你叫伊读医学院是对的啦。这皇帝甲美丽薪水，两个加加起来嘛才3000外块尔。我咧想讲哦，因两个拢是唔甘命啦，才会阁寄遐尔啊侪钱转来。单纯这本若是申请了吼，因若是阁寄遐尔侪转来，咱才替因俭起来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安尼对啦。即马这种速度吼，上紧7-8个月，咱就当个欠的钱拢还了咧。那佫加上额外的奖金吼，我想上紧半年啦。嗯。佮欠的钱拢还了，咱就当加欠一寡钱啊。无得读2年了吼，咱就当买家己的厝安尼。我是希望买较大间的啦。啊，甲阮爸爸妈妈，啊，佮弟弟妹妹吼，拢接起来台北大，你看呐？叫你听无？得着我哦，委屈你啊！我听讲爸伊今年哦有正式职缺啦，啊我一定会努力去争取的。相信我，我一定袂让你失望的。秀蛋姐啊！我来检查一下哈。都会疼。真疼。还佫都会疼。脚。血压多少？100多。先把他送去照 X 光。主任，刚送进来的病人肋骨疑似有骨折，我先把他送去照 X 光了，可能要马上动刀。好，这个病人交给你。好。胃穿孔，不立刻动刀会有腹膜炎的危险。你来什么刀？你有信心吗？有。好。
院长好。黄教授呢？他去看昨天晚上开刀的病人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手术啊，院长，院长，红点，没事，你才见习半年，怎么可以主刀，还开胃穿孔？院长，外科的规矩你不知道吗？第一年只能开盲肠，四年才能开胃。院长，晚上急诊室忙，没有可以主刀的医师。红点虽然才来半年，但是他一向很努力，也做过不少次的手术助理。我判断，他可以独当一面。他实习的时候不是一直都跟着你吗？你应该知道他的能力。等病人拆线的时候，你看看伤口就知道了。开都开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红点，这是你的第一刀。是。中央酒店一桌就免不了了。没有问题，星期天晚上中央酒店。其实你的认真啊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你是个人才，等到啊医院有了正式职缺，我一定把这个机会给你。谢谢院长。谢主任。喂，红店啊。怎样？啊是查某的查某的啊！哎呦，足好足好！啊过两天哦，我叫恁爸哦，抓两只鸡，甲做回来啦吼！你也过好哦！啊，再见！啊是查某的查某的啦！查某的啦！真是的哦！啊，真好真好！这个新妇哦，头一胎就生查某孙，唔够够的！是啦是啦。看住讲咱福建哦，若果先去做这个正式遗书啊，人咧咱处理哦，要上去你门啊啦！啊，红英顺，啊，阮某即马安怎？手术吼真顺利啦，伊即马人伫恢复室。多谢医生，多谢。开始拄开始，伊人无爽快的时阵，你就带伊来看医生吼，伊就无需要开刀啊。十二指肠溃疡，吃药也就当治好啊！是的啦，真正是的啦。啊，着我平常时吼，膝头足无用的，厝内负担足重的，阮某无希望我带伊来病院看医生，所以伊拢袂讲。好啦好啦，你免烦恼啦，你着予伊好好休困。有任何问题吼，你随时会当来找我，我等下甲我电话予你。好，好，好，多谢医生，多谢。免客气啊。院长，红点，哎，有空到院长室来，我们聊聊。好。哎，红点，来来来，坐。小孩快满月了吧？再一个礼拜。我从你还是学生看你到现在，你真是可造之才。谢谢院长对我的肯定，要不是您一直给我机会的话，我也不会进步的这么快。你们这批医生啊，真的都非常的优秀，我实在很难取舍，
这一次啊，你就委屈一下，下一次一出缺啊，你一定是第一个。院长，你之前不是答应我要把这个机会给我的吗？是啊，事情有些变化，我必须做一些调整。谢谢院长。红点，机会还有嘛？你何必？院长，你之前对我的承诺，我一直记在心里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努力的原因。红点，你要知道，无怨无悔的付出自己，本来就是医生该尽的职责。我当然知道啊。有把握的我一定会做到，如果超出我能力范围的，我就会直接告诉我的病人我救不了他。我不希望病人的家属期待落空。在职场上有一定的伦理，我们医界也是一样，这是我不能违背的。这次这个缺给了别人，我并没有错。是的，您没有错，是我自己不懂人情世故。你还年轻，机会多得很。我当然知道，机会我会自己出去找。谢谢院长的教诲，我相信我走出这里可以海阔天空的。红点，红点，脾气这么硬，迟早会吃亏的了。我自己都困到安尼啊！我是要做壮仔。阿囡仔叫做什么名啊？家水，家长的家，流水的水。这款名真像有人会好呢。皇帝较好个啦。皇帝讲，流水对做田人来讲是足重要的。流水生了好吼，日子才会好过。啊，因家的田吼，都是因为收成拢无好。唔只系日子遐尼歹过，所以希望这个囡仔吼，会当知影顶一代的辛苦。这个名号了真好，就表示讲吼，皇帝是一个友好，伊佫知影通感恩的人。这个囡仔吼，后摆一定会真有出大个啊！喂，我就是，什么代志？等到我有办法自己开业，把你们都接来台北，让你们都过好的日子。我怎么会那么冲动啊？怎么办？现在该怎么办？红灯，爸妈，啊，你当时来啦？我已经来足久啊，阿爸差不多吼，准备要来走了。拄只吼，我有看到卡水，这个囡仔生得真足风采哦。啊，恁暗着敢食？无你礼拜吼小坐一下，我炒两碗菜，水好啦。唔免啦，我甲一个老朋友还佫有约咧，我已经讲好啊，要去伊遐。本来吼，我是早就要走啊，啊，就是讲等你回来，甲你见一下面咧。
早知影你要来，我就较早转来。免免，啊，阮也毋是人客啊，那拄仔来甲阮招呼。你哦，无闲规工啊，好紧去休困吼。是啦，紧当去休困。阿伟啊，方便啊！若是有啥物需要吼，做你免客气，一定爱甲阿爸讲啊。好啦，我知，多谢爸。这是我的履历，甲一寡资料。阮爸讲吼，高雄迄边工程真多。听伊讲吼，逐工拢有意外伤害发生，真需要我。你知影我是谁啦？头家啊，不是啦，我不是来推销物件。我无要听你啰嗦啦。头家，头家啊！医生，我红军跑登去啊啦！我听你讲，把压坏的组织还有皮肤修剪掉，直接缝在李先生的肚子里。等一个月左右长出新的肉出来之后，再把它取出来，把他的指头再接回去。这样可以吗？唱到天明，深